你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处理相同的麻烦，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吗？你知道为什么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压力，有的避之不及，有的却兴奋不已吗？有人说，这是源于性格的不同。曾经我也认为这是天生注定的，无法改变。但读过《终身成长》之后，我改变了想法，这其实是每个人思维模式不同所导致的。三毛曾说，苦难可以是一种功课，你好好的利用了它，就是聪明。而这种聪明，正是作者卡罗尔所说的成长型思维。一，成长型思维，重塑自我的大智慧。朋友若男在公司做了7年的会计，一直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财务经理退休前，考虑到他一贯表现不错，且聪明好学，便向管理层提议由他来接任，同事也都很支持。和总监面试后，他信心满满地等待任命通知。但意外的是，公司不仅没选择他，还平白空降了一个领导。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既羞愧又愤怒，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是水平不够，还是不会经营关系，或者是说我真的就没做这行的天赋？就在他决定辞职时，突然冒出的一个念头让他冷静了下来，没能得到那个岗位，仅仅是我遇到过众多挫折中的一个而已，它并不能说明我很失败。如果我因此消沉，从此不再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当他想通之后，就不再自怨自艾，转而将精力用在提升自我上面。后来，他用1年考下了中级会计师职称，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也逐渐得到管理层的赏识。直到现在，他都无比庆幸，那时的他竟无意间开启了成长型思维模式。就像卡罗尔说的，固定型思维的人会把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衡量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的直接标尺，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不会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或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他们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也许是不公平的待遇，也许是工作的挫败，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与其浪费时间怨天尤人，不如用来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当你能力足够强，实力足够硬，所有的不如意都是过眼云烟。二，成长型思维，亲密关系的保鲜剂。前阵子，朋友小 C 怒不可遏地说他要离婚。他之前的恋爱，每次都是从一见钟情开始，以三观不合结束。这次让小 C 无法忍受的是，出差回来的她掀开脏衣篓，里面竟然还存着丈夫3天前的衣服。我问她有没有好好沟通过，她摇了摇头，没什么好沟通的，她总这么邋遢，我们三观不合，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她还像从前一样，一心想要完美伴侣。卡罗尔在书中写道，固定型思维模式者总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即刻的、完美的、永恒的和谐相处。可惜生活不是童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完美的婚姻。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里，主人公杰西希望妻子赛琳能和自己到美国去生活，而性格独立的赛琳却希望丈夫可以支持她发展事业，并且多花点时间照顾孩子。他们都想改变对方，却不能如愿。幸运的是，俩人没有一直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而是在不断的磨合和沟通中认识到，幸福并不会因为结婚就自己出现，夫妻之间必须互相扶持，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它。因此，在婚姻红灯亮起时，他们开始用爱和耐心包容各自的不完美，然后不断改变自己，为对方做出妥协。婚姻里，多的是鸡毛蒜皮的争执，家务凭什么都是一个人做，另一个人却能安心当甩手掌柜？为什么每次用完东西都不放回原处？周末到底应该听你的出去吃饭，还是按我的心意在家看电影？决定我们是否幸福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选择用什么样角度去看待它，解决它。
与其争执谁对谁错，不如合理解决问题。与其执着完美伴侣，不如和对方一起不断磨合和完善自己。学会成长型思维，才能摆脱批评和指责，转向合作，让夫妻关系持续保鲜。三，成长型思维，成为孩子的最佳教练。同事有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儿子，每次去他家做客，他都会热情地展示孩子的画和成绩单。每当孩子取得不错的成绩时，他都会夸奖，你真聪明，你真的很棒。可后来孩子升入高年级之后，突然成绩一落千丈，为此他常苦恼不已，明明儿子十分聪明，为什么就不愿用在学习上。每天跟我们分享的日常也从母慈子孝变成鸡飞狗跳。难道是鼓励式教育失败了吗？实则不然，这只是固定型思维模式在作祟。他让孩子们执着于被称赞的成果本身，却忽略了过程。家长们将聪明与孩子的成绩相关联的弊端就在于，其一，一旦学业变得困难，意味着很可能无法取得往日的好成绩，孩子就会怀疑是自己变笨了。其二，为了避免大家认为他不再聪明，他会选择逃避，对学习产生很强的抵触情绪。这其实也是现代伤仲永产生的主要原因。卡罗尔提到，我们应该避免那种对孩子的智力做出评价的赞扬方式，或是让他们觉得我们并非为了他们付出的努力，而是为他们的智力和才能感到骄傲的赞扬方式。这并不是说鼓励式教育是不正确的，只是为人父母更应该运用成长型思维模式，去鼓励孩子注重过程，享受挑战，并从失败中获取教训。比如，比起夸孩子聪明，不如夸他勤奋努力；比起夸孩子考得好，不如夸他这次在哪一门上又有了进步。如果孩子表现得不好，那就跟他一起分析利弊，下次不断改进，继续努力。用成长型思维陪孩子一起成长，孩子才会明白，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四，四个步骤，进入成长型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总是轻而易举地跳出来，而成长型思维则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实践。那么，该如何踏上通往成长型思维的旅程呢？不妨看看这几点建议。第一，接受。战胜困难的第一步就是面对。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面对这个事实，每个人都会被固定型思维束缚。但要记住，它既不可耻也不可怕。第二，观察。当你遇到了一个难题，观察一下自己脑海中是否有这样的声音，放弃吧，你搞定不了这件事，你永远也成为不了那样的人。这些声音就是你固定型思维的人格发出来的，你需要观察它总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并找到激发它的原因。第三，教育。最后一步，你需要和这个固定型思维的人格一起踏上成长的旅程。在它出现时，你要去和它心平气和的对话。我知道也许现在我还无法做到这一切，但请你耐心一些，我会找到头绪，我明白下一步要去做什么，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尝试。当你能够勇敢面对固定型思维人格，并且让它加入到自己的成长之路时，就能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那些棘手的问题。五，改变很难却很值得。托尔斯泰曾感慨，大多数人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没有人想改变自己。人生就是一关过完还有一关，想要改变不满意的现状，唯有改变自己。让自己的思维终身成长，不仅受益终身，还能运用这些技巧去帮助家人和朋友。下次遇到麻烦时，不妨试试成长型思维，也许你还会惊喜地发现，那些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也能谱写出美丽的诗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